Tyler Yao from China Shenzhen, study in INTO Center. We are on the top of lighthouse now. And you see the view? It's amazing.到了格拉斯哥的博物馆，这里有一些中国以前流失的文物，好像这个终究是西周的，都是原件，还有这里一些江苏的瓷器，然后这里还有很多这个展馆，有来自法国的，来自雅典不同地区的文物，然后好像这里也是一些青铜器，然后外面有唐朝的唐三彩。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深圳的 Yao XiaoZhe， 今天我和朋友来到了格拉斯哥火车站旁边的桌球馆打桌球，然后我们放假一般都会到这里放松一下，这里可以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球，也可以在这里的点唱机点歌，然后 Let's go， 森哥看球。 Big pink light shining bright like on